明他的下落。叙利亚几个城市星期五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据报道至少36人在期间丧生。目击者说，叙利亚安全部队在反对总统阿萨德及其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示威活动中打死了至少17人。但是叙利亚当局指责武装团伙发起暴力行动。国家电视台星期五报道，袭击者在达拉市打死了19名警务人员。早前的电视报道曾说，一名警官和救护车司机死亡，示威者和当局各自的伤亡报告有出入，无法立即得出一致数字。在达拉报道抗议活动的外国媒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安全部队向这个南方城市的数千名示威者发射实弹和催泪瓦斯。与此同时，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地区也爆发了抗议活动。阿萨德星期四给予一些库尔德人叙利亚公民的身份，这一举动被看作是缓解反政府情绪的步骤。